换锁。这个 case 呢是在密室，这里呢有一个屋内的锁，不好使了。你看这锁，这个都出来这么多了。然后呢，客人就说直接就把它换了。然后 Home Depot 买了一个锁，然后一会儿把这锁换了就行了。然后也关不上，这个锁刚才也关不上，所以说一会儿还得要调这个锁芯。这个锁呢换好了，然后关一下，把这块也调了，一切 OK，没有问题，就这样，OK。